只有东南西北中炮台都不在，所以是自己有，自己开。大开，能吃能碰，懂吗？都一样，照正常打，就是没有东南西北中发白啊，也没有花，因为都在旁边。好，决战北风北，21,900的奖金，先看一下庄家家风的牌。嘉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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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嘉玲感觉很美。好嘞，家风请。奶风，八条。好，可以，可以动。我看过，看过。正常，你的右手哈。好。办法，10,000。糟糕，吃折筒。照先照正常打了。来抓牌，90,000。梧桐，吃。修啊！吃五打八。三条，不吃。来，69一条路。七筒，拼了，70,000。啊！一条啊，不要一桶，太紧张了。40,000，好看的，好看的。8条，2条，他摸回来，看到没有？90,000，有没有吓到？有啊，有。但他很淡定，90,000，跟着他就好，有就好，有就好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最不好的牌，下车，下车。40,000，亲自来才发现这个节目的重要性，因为我会一直走来走去，好累啊。那节目还是有重要性。你不要一条，听牌了。6条，抓什么打什么。4条，放炮了，看你这表情就知道不能打，真的，相信我，不要打。这一张放炮一定放。不能。糟糕。我跟你讲，糟糕，真的糟糕，哎，真的是糟糕。算了，也没事。起来。哇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啊？这张反应我不能打。怎么这样呢？这张我不能打。哎呀，条子他不要，饼子7,8,9,5,1,4,7,2,5,8,3,6,9，然后牌子有万字挂了。我看我断牌断的好不好？看一下哪一个。哇！
八万，哇，这没办法了，这真的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，算了，这没办法，你只能摸牌了，自摸，自摸，耶，跟你一样的，跟你一样的，哇，但他比你早听很久，他听很久，25万了，对，那没办法，我就说他是听万字嘛，对，被你说，但他。就看谁先摸到。家风捍卫自己的权益，捍卫。他有家风好厉害哦！我摸他摸，一把两万块，我摸他摸，我摸他摸，我摸还是他摸他。赚了，拔了，恭喜家风两万一千九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还可以从几岁开始打麻将？八岁。那最让你佩服、排挤的人是谁？我。当你要做出一个出钱的表情。家里三个小孩都会打牌吗？打得很烂。观众朋友们。这个我们大神 APP 呢，大家踊跃下载，只要你经常玩我们的大神 APP 的话，就有机会跟我一较高下。